自他娘死的那天晚上，你也在。你用不着这么义正辞严、口若悬河的来教训我。你了解我，正如我了解你一样。你说的对，就是一条小猫小狗，时间长了都会有感情。可是你对我呢？对我，这条在你身边20多年的狗，你有过感情吗？我要杀小子，分分钟的事，你阻止不了我，我等不了今天。你是他的哥哥，我也是他哥。你爱小子，我也爱小子。可是他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，怎么对我娘的？君子，你们都给我回去！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沉浸在家族乱七八糟的事务中？你恨他，无非是因为他娘占据了父亲的心，这怪他吗？你是男人，你不懂吗？你呀，你永远改不了嫉妒的毛病，怎么帮你都是白帮。圣级者才有可能脱颖而出，你的吃相太难看了。我告诉你，做事是要有底线的。你有底线，却杀了桂婉。小子是我们找到蛇影，捕获共党高级干部，破坏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唯一线索。不用我再跟你重复这颗棋子的重要性了吧？等他醒了，好好跟他谈。小子的脾气我了解，最会顺势求变，我们就软硬兼施。毕竟他年轻，死过一次的人。比常人更惜命，他要是不合作呢？他把一腔血都还给了贵家，也就是表态肯合作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大哥一定要把他救活过来。他是我们阳绥取火的明主，今晚的手段虽然残忍了些，但是管用。他再赌，赌我们会救他。Thank you.
门，俊门，俊门，俊门，怎么样了？药，药，先别说药的事，告诉我有消息了吗？吃药了？什么吃药了？你吃药了？我这不说呢吗？小子少爷吃药了。什么？阿丽姑娘说，紫里裙在审讯室里逼小子少爷吃药了。吃药？就是侦缉处专门审讯人吃的药。吃了吗？吃了。哥，但是资科长改主意了，送去陆军医院洗胃了。走。去哪儿啊？陆军医院。哥，你没事吧？现在前前后后都是特务，司令群好不容易改了主意救小子少爷，你这一去不是搅局了吗？我的药，哥，桌子上。司令群给小子吃的什么药？具体哪种药不知道，送去洗胃肯定是能救活的药，人受罪就是了。阿丽姑娘听报信的人讲，说小子少爷被抬出去的时候浑身都是血。司令群狗毒。哥，你放心，小子少爷聪明，懂得自救，这一关才算是挺过去了。这资家兄弟就是两个蠢货。聪明不代表不犯错，愚蠢不代表不危险。何况自立群既理智又聪明，这次真得感谢那个文先生，是他阻止了我的鲁莽。什么？三个电话，第一个通风报信，第二个千钧一发，第三个尘埃落定。现在我们等的是最后一个电话，平安。小子，来吧。小子，阿爹来看你了。阿爹，吴妈，小子好想你们呀。小子心里好苦。小子，跟阿爹回家吧。
君们，小子少爷醒了。静轩，唐孝慈有事，贵医生良心难安，上无恙告禀高堂父母，下不敢面对黄泉贵晚，终良心撕裂，无法面对自身。自立群恶贯满盈，恶德无所治愈，他会更加膨胀，变本加厉。一个间谍既然暴露了身份，便一钱不值，他还要张狂多事，不知好歹，必将自取灭亡。没有感染病菌，没有脑肿胀，证明毒素的剂量较轻，不会影响到脑部。经过洗胃和及时的治疗，血清化验也符合标准，肝功能检测正常，恭喜，令弟算是度过危险期了。如果一切正常，令弟的病可以痊愈，没有什么后遗症，你放心吧。如果一切正常，我说的正常是指病人的身体指标正在恢复中。病人还需要长期的静养，你们不能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？谢谢医生。啊，记住，必须静养。下午3:11，银行开始转账了。收到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是。老哥，医生说你抢救及时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贵家的血脉是说还就能还的吗？你幸好闯过来了，要不然我怎么向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啊？昨天的事，大哥也有错，不该这么逼你。大哥是气急了，恨铁不成钢。大哥做事虽然严厉了些，原也是对你期望太高，鼠望太奢。大哥真希望你成为一个画家，而不是沦为一个杀人犯。我错了，大哥。仅仅是错了吗？
你在犯罪，你知道吗？你贸然插手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？你和桂姨酝酿了很久，精心策划了一个圈套来害我、欺骗我，阴谋的杀死我，不是吗？小慈，你昨天在我面前自强，你知道大哥心里有多恨、多痛、多急、多怒吗？这世界上最伤人的事，就是亲人由于自己犯下的过错死在了自己面前。你差点做到了，你赢了。从情义的层面，你赢了，因为你对自己太狠了。大哥望尘莫及，自己的亲人由于自己犯下的过错死在自己面前，别说了。你无非就是想说桂婉之死。虽然我一再缄口不言，可你们总是在挑战我的意志和精神。桂婉之死，我别无选择。这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，不是飞机大炮，而是人的思想和信仰。我和他站在不同的政治阵营，有着不同的奋斗目标。我们因任务而结合，因信仰而分开。我内心所承受的痛苦，不是旁人能够理解的，包括你。我昨天为什么要逼你死？答案很简单，如果不能摧毁你的信仰，那就彻底毁灭你的肉体。你不是要答案吗？这就是答案。现在留下你，不单是因为你是我弟弟，而且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找到祸害党国的共谍，结束你们蓄谋已久的杀人旅程。现在我再问你一次，仅仅是错了吗？说话。错了，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再说了，我自己也很难受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呀，受到了教训就向我认错。你这次卷入的共谍案漩涡比你想象的更复杂，结果更严重。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我和你二哥疏忽了对你的管教，我们也有错，对于资家难辞其咎。你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大哥希望你诚心悔改，重新做人。可是发生过那么多事，即使发生再多的事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。你想知道些什么？任何事，你知道的任何事都可以告诉我，任何事都可以帮到我。你那么聪明，你明白的。现在就说吗？不着急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会找人来给你录口供的。资历群还是一副真伪莫辨的笑脸，他能感应到自己的微笑带给小资的压力，高压之下破其做工往往事半功倍。狩猎游戏终于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了。没有人能在我面前瞒天过海的。嗯，
我们谈的不错，只是现在我还不知道小资对烟缸一案浸染到底多久了，诡异的情报渗透能力又有多深，他们会传递给我们什么样的危险信号，我们一知半解，甚至是一无所知。希望小资这次能够迷途知返，帮到我们解决问题。大哥。 我觉得你太乐观了，小资现在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。如果他不姓资，我一定……他要是姓贵，你敢怎么样啊？审了再说。在这儿。对，就在这儿。好，这次我来审。不，为什么？你们俩向来不和，我要让小资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回答我们设定的问题。你的意思？ 是随便找一个人来做笔录就行吗？嗯，你真放心吗？处理这些人，谁能对付得了他？就小子那德行，还不怕他们一个一个当猴耍吗？他要肯说，傻子也能问出来；他要不肯说，来个老狐狸也是束手无策。 如果这小子铁了心的就要欺骗我们，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怎么那么安静？ 所有的药都去药房重新拿一遍，不能换人，不能换手，明白吗？你去跟着，别出差错。是。 大哥，有点小题大做了吧？不至于吧？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啊！不对劲儿，科长。
妞妞吃水果了。老爷，老爷您怎么来了？啊？啊，这是董小姐。你好。你好。爷爷。你好。铅笔，你看看这个，夏天，是夏天。这个呢，纸。哥，父亲，这么冷的天儿，您怎么一个人来了？您打个电话，我和景轩从会馆把你接来。天冷。比不了人心冷。父亲，前几日明堂还说当你身体大好的时候，他想跟您一起回苏州呢。我想走，你留也留不住；我不想走，你赶也赶不走。儿子岂敢？让哥哥坐呀。哎，妞妞，我没让你坐。妞妞，这是什么花儿啊？山茶花。哦，这个呢？菊花，国花开后百花杀。哦，你说的真好。那牡丹花呢？国色天香。哎呀，妞妞，你喜欢什么花呀？喜欢兰花。哦，为什么喜欢兰花呀？因为兰花到老不改香。到老不改香，说得真好。董小姐教得更好。妞妞小姐聪明。为难这么小的孩子，也要想法子逗老人开心，谢谢你，小妞妞。现在学校里大多都是教西学，传统的理学反而教的倒是少了。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说得好啊，董小姐真是中西兼顾，别有风采呀。哪里，贵军门也是学贯中西的，我们只是教教小孩子，哪比得上军门救国救民呢？救国救民，哼，好，哼，不怕董小姐笑话呀。我这次来，就是盼她能救救我们贵家的血脉。小资的事，我会找个适当的时机处理好。适当？你很稳健吗？事关小资的性命，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是最适当啊？老先生，我们自己晒了一些玫瑰花，我给您泡一杯茶。哦，那有劳董小姐了。不客气。老爷，我帮董小姐去烧壶水。侦缉处是以什么名义抓捕的小子？不是抓捕，就是正常讯问。小资租了个房子，那个房东呢是中共地下党，正好他二哥在侦缉处做事，所以就把小资请过去问一下来龙去脉。
租个房子多大点事儿，非要去侦缉处。自家兄弟处得如何？处得好。好个屁！自家几个兄弟我早有耳闻，你用不着搪塞我，也用不着敷衍我。你也不是会敷衍的人。他们什么了？我说我都没说。你这个装变者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装变者，这种待遇，当初是怎么答应桂姨的？出卖的。人世间做什么，都有标准制度考核。唯独做父母，没有任何规定。有的人梦寐以求，得到了一个孩子；有些人轻轻松松，就做了父母。譬如，为父我。可往往轻轻松松做了父母的人，不懂得珍惜，不懂真爱，不求保全。我懂父亲的意思。你做是。你是很出色。Thank you.
怎么孤单？